艺术，从生活酝酿创意灵感，变化出无穷可能和想象。昔日经典，今明新作，令艺术成为生活的养分。一起跳出日常框框，探索艺术世界，创造属于你的艺术体验。新一代的你们又有什么新想法？和我们一起发掘吧。开场了，开场了，快点买位吧。参加青少年之友计划，就可以观赏到两场2024香港艺术节的节目。节目阵容非常丰富，在名著经典改编方面有《罪与罚》，改编自俄国同名文学巨著，由本地演技派人气巨星刘俊谦、颜卓玲、袁富华等主演，联同英国名导演菲利普·布林及创作团队携手演绎一场终极的自我审判与救赎。另外还有本地剧场《朱莉小姐》，以及当代传奇剧场《海撒》。与此同时，今届艺术节还有不少精彩艺术作品，例如上海芭蕾舞团《花样年华》，糅合了芭蕾、爵士、民族舞等各种舞蹈元素，配上风格各异的中西乐曲，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跃现眼前。罗伯特·利帕殊《机器神》，傅维尔1975《青春浪潮》，利用偶戏和舞台魔法写出自身狂滑的青春岁月，不惜大戏、神话，以喜剧风格探寻神话传说对人的意义，以及美和马吹克的动画世界，糅合投影及人体剪影表演，诉说人与大自然间的牵绊。除了演出观赏，青少年之友还有一连串精彩活动等着你参与。导赏工作坊、艺术行政体验、实习记者、艺术文化交流团，和会员专享节目《